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哥。今天我们就进入欣赏网友死宅春树的投稿操作啊。现在是仙人名人打字来也，这是师徒之战啊。好，出来了，对方提升之后，一个回手螺旋丸戳到了，戳到之后平 A， 一阵撸，这个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是吧？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，被打了吧，对吧？又是一个螺旋丸，然后对方提升，招出这蛤蟆喷一口火。然后提升，鸣人提升之后又把自来也控得住啊！而这个作为师傅的自来也简直是被吊打，又一个螺旋丸，迄今为止吃了三个螺丸，四个螺旋丸了吧？对吧？又提升之后，然后对方把没有吃到自来也，没有吃到鸣人，接着一个二技能直接把自来也打飞，好可怜的自来也啊！教会了徒弟就这么死拜拜。然后这时候打的是疾风鸣人啊。看一下这个操作应该是没问题啊，一个一技能过去，对方螺旋丸先上来，二技能踹到他了啊，踹完之后一个螺旋丸过去没有打到，被对方乱拳击中啊，击中之后一阵慢撸，再接一个螺旋丸提升一个平 A， 对方有提升，好，赶紧一个二技能过去，开个大招，没有，开个又是螺旋丸，对方也螺旋丸，两个螺旋丸飞来飞去。再接一个螺旋丸，好，对方又提升之后回手一个螺旋丸没有打到，可以开个大招把对方吓到，对吧？但是没有开起来，提升再接个二技能，开大招，这时候对方没有提，哎呀，好混乱啊！哦，又是一个螺旋丸，然后这时候开了大招了啊，但是开完大招被对方一个螺旋丸吃过去，然后接一个二技能，好，直接上大招，把自己给打死了，这是什么节奏，对吧？给自己的啊，就是以前的自己吃了个螺旋丸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打佐助，前面几个都那么轻松，佐助应该是更轻松了啊。先喷一口火，二技能过去没问题，再来一个螺旋丸啊，怼到了，对方提升之后，对方很危险的。哎，你看见没？这是打完一个普攻，然后反方向，对吧？就可以控制一个位置，让人家骗技能也可以，对吧？落地保护，赶紧开溜替身，对方跑得真快啊！哎，一脚踹准了，一个技能把对方控制住。好了，对方现在没有替身，基本上决定了这一回合的走向了啊！又是一个螺旋丸没有吃到，开大招，直接大的螺旋丸飞过去，哎，对方好像是放弃抵抗了啊！落地保护啊，对方已经不想打了，前面两个都打不过，对吧？佐助就算赢了也打不下后面两个，还不如不打，对吧？吃个螺旋丸走吧，一起。对方直接掉线了，螺旋丸都不吃就走了。什么鬼？这什么节奏？